剧我都要。大家好，我是凯特，我是马妹。我们今天来聊很健康的、欸。我们之前聊的有不健康吗？也还好吧。哦，因为最近都一直在骂人家谈恋爱，你知道，比较我们比较暗黑一点。真的，其实虽然我们没有想要暗黑，但聊着聊着就开始骂人。因为他们值得骂，但大部分要听的也都是要听我们骂他们，就是真的。好，今天要聊帐篷外面是欧洲，对，也是韩综，可是因为这个好像只有、我目前看到是只有爱奇艺有买啦。哦，对，我们今天要聊南法片啦、啊、对，因为他其实之前推出过好像三篇，是不是？对，第一篇就只是帐篷外面是欧洲，那时候好像是去意大利跟瑞士，对对对对对。第二季就是有换人，反正他们有去过西班牙、挪威，去蛮多，真的都很漂亮的地方。对，可是因为之前的是男生的版本，对，那我那时候有看，其实我还是觉得好看，对，因为你也知道嘛，欧洲风景怎么说就是漂亮，对，然后你又可以看到，因为它其实清一色全部它的成员都是演员，对，所以你又会看到，就是演员很难在综艺看到嘛，对，因为他们就是比较私底下的表现，对，你就看哦，原来这个演员本性是这样，像那个时候讨论度蛮高的就是那个陈善贵，因为陈善贵他感觉就是很少上综艺节目、啊、对，然后他就是机不可失里面那个太丑了，我而且因为我第一部看他，或是说我对他第一部有印象就是机不可失，然后后来我不管看什么我都觉得很惊艳，我想说其实你真的没有那么丑，为什么你在机不可失里面可以那么丑，然后他又真的很会演，因为像他在那个恶鬼里面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斯文的形象，我也很推荐大家去看他前阵子另外一部解读恶之心的人们，对，他在那部里面整个也是斯文形象，对，跟机不可失里面又是完全不一样，对，大概帅十倍吧，虽然也不是帅哥啦，但是就是一个，可是因为对你懂哦，你只要设了一个低标之后他只要超出超多我都觉得他很帅，对，那其实他本人真的很可爱，因为他好斯文哦，对，然后又很撒娇，对，他跟老婆讲话也很撒娇，跟女儿讲话，然后他老婆也很撒娇，大家可以，你知道大家知道老婆是谁吗？大家回想一下小女子里面那个杀手就是一个变态杀手，我知道，就是冷血杀人不眨眼的，对，然后又感觉心地很不善良，对对，但是你知道他们两个就在那边塞来来塞来去，你看他们两个演技有多好，真的大家就觉得很反转，嗯，就非常可爱啦，可是因为呢我觉得也有可能他们几个人都因为真的就是演员，所以比较没有那种综艺感，对对对对对，所以像我都是配饭吃啊，你比较不会大笑，虽然有常常会会心一笑之类的，对对 对, 對，就觉得哦他们这样子很可爱，对对对，但是真的可以无压力的看完，而且你又会看完之后很想很想去欧洲玩，超想的，而且真的会想去露营欸，可是我还是觉得就是难度蛮高的，因为其实他们有很多事情我觉得是已经制作单位帮他们有先稍微铺路一些了，也是啊，因为你知道、我后来查到其实台湾也还不少人有这样做、真的、对，在台湾是查得到很多相关的资料，欧洲营区的资料、像南法有，如果真的有想的话，我会说这样子，因为前一阵子不是有闹得很大那个意大利的那个饭店，我有印象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他们去住那一种有古老历史的饭店，可是他在那边嫌人家洗澡的时候浴室那个水会喷出来还是漏水什么的，对对，说真的 我因为完全没有想过说，你看你知道有小孩的关系，完全没有去做过欧洲的功课，我也是因为那个事件才知道哦，原来欧洲的饭店其实都是这样，因为他们其实建物都比较老一点，因为他们都保存得很好，对，古迹也很多，对，但是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去欧洲很贵，然后住的饭店都是这样的吗你糟糕，你也要被延上我不是，我意思是说你理解之后你当然不会去嫌他，对，只是说我是因为这样才想到知道说原来欧洲是这样，那这样子好像露营好像也很不错哦，当然他们一定也会有一些比较新的啦，可是因为我觉得去欧洲有时候就是要体验他们那个历史文化感嘛，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们那时候会被安排去住那种饭店一定也是因为这样，就这个
饭店可能在这边这一栋建筑物多久了，对，它里面有什么东西都是保留原始的样子，所以你是要进去体验那个感觉。对，说真的啦，我不会因为就是要擦个地板就不是啊，而且你就洗澡的时候自己注意一下就好了。对啊，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是欧美的时候他们的习惯其实跟我们又很不一样，没错，所以有时候我也是觉得说哦，可能就是他们习惯不一样，所以反正就一两天而已，我又不是一辈子要住在这，而且因为他们甚至在室内是不脱鞋子的，所以地板有点水，对他们来说他们可能也觉得没什么。对啊，因为他们都是哎，他们还可以直接把鞋子穿上床，你觉得勒？对啊，我是个人没有办法接受，可是因为我可能就是反正亚洲人嘛，咚咚咚，对，因为你知道那个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嗯，你一打开帐篷，然后外面就是美景，而且是那种台湾也看不到的美景。对啊，對，我其实是真的蛮想，因为我欧洲其实只去过英国，我觉得真的欧洲大陆那边的感觉一定又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是真的蛮想要去看看的。啊，我顺便想问一个问题，所以英国真的没有美食吗？我真的，我跟你讲，我那时候下飞机第一餐是麦当劳，但是也有可能那时候我没有去真的认真找到一些美食店啦。你知道我真的看到过很多节目都讨论这个，他们永远说，你如果问英国人，嗯，他们永远都跟你说有啊，炸鱼薯条，可能那个真的好吃，但其他就嗯，有啦，下午茶的一些点心，哦，英式下午茶我觉得还不错啦，嗯，然后茶好喝，嗯，其他我好像没什么印象。对，我要讲的是，因为帐篷外面是欧洲，好几季我都有看嘛。对，其实欧洲的食物除了英国以外，嗯，其他真的看起来很丰富，欸，诶，就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对啦，对，是没错，像去西班牙的时候去吃那个火腿嘛，嗯，看起来也好好吃哦。对，就你每个地方比如说像意大利，你一想到就还是会有一些，嗯，比如说意大利面啊，对对对对，披萨，不管怎么样那些东西一定还是好吃嘛。对，可是你想到英国好像就真的只有炸鱼薯条，真的诶，就有点无聊。因为他们这去南法，我觉得南法看起来最好吃耶，欸，哦，可是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去乡村，哦，我不知道啦，因为我也没去过，可是我猜都市里面的餐厅会比较像他们第一餐吃的那一种，哦，我觉得那个就对我来说没有到那么无聊。 对， 对，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对，那因为马妹讲到他们第一餐他们是在市区，所以啊你看我就更想去露营了，他们市区连停车都超难停。就正常啊，台北不是也这样吗？因为我说真的，他们是几乎都是在首尔生活嘛，就跟我们从台北出去会一样，会觉得我已经去南法了。对，欧洲这么大，应该不会那么难停车吧？就是结果市区都一样，都市应该都一样，而且那边应该算是观光客比较多的地方，我觉得啦。哦，哎，欸，我们好像还没有特别介绍，因为这一次的南法篇其实是四个女生组成的，嗯，對對對。那这四个女生呢？因为我个人对韩家人比较没有印象，嗯，可能因为他有一阵子没有特别出来演戏了，所以我对他没有特别印象，但其他三个我都知道，然后也蛮喜欢的。嗯嗯啊，曹宝儿应该只有看多伯曼对不对？对，我对他没有太大印象，嗯，但是因为我觉得因为他其他都是恋爱剧。对对啊，我个人就没有喜欢恋爱剧，虽然说多伯曼莫名其妙最后也要恋爱，啊，但是因为我觉得他在里面有演出那种英姿焕发的感觉，嗯，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很可爱。没错，好，他这次的成员有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鲍女士，对，罗美兰，对，而且等于是以他为主开始去找其他成员嘛，人家是真的是露营达人，啊，对，人家在大家还没开始疯露营的时候他就在录了。对，他还甚至有一整间工作室里面全部放露营，超夸张。我想说需要那么多吗？明明他开的店吧。那你要那么多干嘛？其实我也有路友是类似这样子 的他们就是指装备多到租小仓库。可是为什么会需要那么多装备啊？其实没有需要那么多，就是只是你看对，欸，那个好像很好用，那就想买。对嘛，应该不是我错觉。因为我想说你去露营基本上可能会带的，比如说像你们家就是车子后车厢那一堆东西。我告诉你，我们家要不是我是理性购物啊， Dicky 应该也买成那样子。那不许买。真的，他也是说，欸，这看起来很好用，欸，那个看起来很好用。
但最后想说，哦，可能是为了要分给妹妹一起用，还是为了要推广露营，要找大家一起来，没用过的人，他就说我帮你准备一份。罗美男是有点那种感觉啦，但是感觉他就是也是乱买，可能反正他们赚的钱够多，无所谓，可以乱买。所以他也讲了很多人都是他带入坑的，像李道彦。哦，对，因为他们之前有一起演戏嘛，演那个坏妈妈。对，你前阵子有看到他们罗美兰年轻的照片吗？就是，真的跟李道彦一模一样。对啊，怎么会这样？选超会选角。因为他们老了，就是罗美兰现在这个年纪搭配上李道彦那个脸，我是觉得没有特别像。真的。但没想到他年轻的时候长得跟他一模一样，啊，可是我还是认得出来他是罗美兰。对啊对啊，就神选角。好夸张哦。其实罗美兰的儿子跟他长得也很像。哦，对对对对 对, 對, 對。但是又跟李道彦长得不一样。怎么会这么神奇？百搭的脸吗？真的，真的超像，就是你把它放在一起一模一样。对，这李道彦吗？很夸张。对，然后还很妙的是，大家问他说：“你怎么推人家入坑的？”他说：“就是一直煮东西给他吃。”对。吃到人家会逃跑的那一种。我很想参加这种录影，这种录影我可以，因为我等于不用做太多事情。那你可以来跟我们录啊，我们可以，我们朋友来跟我们录的时候，我们煮给他们吃的哦。没有，可是因为我还希望有人可以帮我弄帐篷跟收帐篷。哦，那 OK 啊，你就是去那一种营区有租帐的。我个人啊觉得现在很流行那种豪华露营。对啊，对啊。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根本就没有露营的 feel 啊。再来是，你住宿费比饭店还贵，到底什么露营？人是没有，因为要人力啊，我要去帮你收东西。对，可是如果是一般的营区，还有租帐篷的那一种的话，其实不会那么贵哦。对，然后而且比较有露营的 feel， 就是你还是设备还是稍微简陋一点啊。对对，你可以去那一种。哦，我考虑一下，因为每次都觉得说看完露营的影片或者是实境节目之后会很想去，但是我又自己冷静思考之后，我就觉得我其实好像没有很想去。我这真的，我露营这是个很奇妙的东西，就像韩家人他不是有讲说他无法理解露营的人。对对，就是，他一开始也是那个我觉得好像最没有办法融入的那一个。对，因为他有说就是在家好好的，到底为什么要出去受罪？所以他就说他也蛮期待的啦，如果连他都可以入坑的话，对，如果他都能感受到露营的魅力的话，那露营真的就很好玩。对，那我觉得跟人其实也会有差，对，就是你的露营的伴侣。对，那我们在讲，现在还没讲到另外一个成员是刘慧英。对，刘慧英就是在1988里面的姐姐嘛。对，之前还有看过她的那个少年法庭，对不对？是少年啊，不是 Law School。哦，对对对，是 Law School， 都拢是 Law 啦。然后其实刘慧英，我觉得她因为她蛮妙的，因为她本人的个性跟她演的角色差很多。对，因为她至少我看过这两部，她都是一副很喜欢念书，对，很认真，很上进，高材生，然后比较严肃。对，但就是实际上，我这个人超级随性，对，是他就是已经接近自然人的状态。哦，明星可以这样哦，就普通人我都觉得很难这样了，真的，他更何况他是个明星，他可以到一个地方说哇，这也好舒服哦，那欧洲的可能市区的广场就躺在地上。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就而且因为我看他里面会穿一件白色的羽绒外套，他就穿着那件白色羽绒外套躺在地上，我没有办法接受，我看得好肮脏哦。对，如果你要躺，拜托你买黑色的。而且他躺了以后，他起来以后，我就一直想要试图想要看他外套有没有脏，然后都不拍给我看，可能真的很脏，都被剪掉了。后面其实都黑色的。对，但是说真的啦，因为他在里面，他跟曹保儿是同年，对，就所以两个忙内嘛，两个个性也是差蛮多的，对，但是其实很合，对，就是很互补，对，然后很可爱。我觉得他们四个在这里面都让我好感度增加超多，真的。然后好像我就没有办法当他们的团员，因为他们就是不洗澡。我没有办法，我每天都觉得入选条件第一条。我每天都觉得哦，你们好脏哦，我的妈呀，要不喜欢洗澡。
不止不喜欢洗澡，我觉得他们连刷牙洗脸都很懒呢、欸。真的哎、欸，就每天一直在想说，今天应该还不用洗吧？对，我就算，我可能要，我今天第三天才要洗，今天才第二天，我今天不洗。对，因为 我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你在外面上奔波一整天，你还在那边搭帐篷什么的。因为虽然韩家人啊，韩家人老公是严正勋，嗯，他虽然也是一个很资深的演员，但是因为他这几年有在两天一夜的固定成员。韩家人呢，他有一天他就上两天一夜，嗯，因为他没上过，就是几乎没在上综艺节目、嗯、连他老公都不知道他会出现。哦，是哦，对，他出现以后全部人都惊呆，然后那些其他的成员还都在九十度鞠躬。他老公真的很宠妻，然后一天、嗯、他真的以他老婆为荣、嗯、所以他一天到晚都一直跟他们炫耀老婆、嗯、所以他们就想说、嗯、哇天，这个我们每天听到的人真的 出现了。然后你知道他们现在已经结婚十七八年了，你知道他们有多恩爱吗、嗯、他们两个就在综艺节目里面就是到哪里就牵着手。哦，真的哦，然后又抱又亲的。其实很好啊，我觉得好。对啊，我觉得这种感情，因为有时候会是那种演出来的，真的。但是如果你可以感觉得出来他们就很顺手，就是牵起来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他们平常就是这么恩爱。真的，我们待会再拉回来聊他们。因为对，像我先讲一下韩家人，因为我觉得他毕竟因为他上了两天一夜以后，大家发现他非常有综艺感。因为 他不是故意的，对，这完全是天生的。对，因为他长得真的很仙女，嗯，所以他在综艺上的反差很大，所以大受欢迎，嗯、一堆综艺节目都找他上。嗯，但这应该算是他自己当主角的第一个综艺节目，嗯，所以他出现的时候非常慎重其事的是做了就是很美的造型。对，他还可能还去那个就是做。做那个头发，对，做头发、啊、化妆啊，什么都弄得这样很完美。对，然后出现，结果开始第二天就不洗澡了。对，哎，特别去烫头发，说，哎、欸，这样子是比较好维护，会就因为我很不会整理头发啦。对对对对对，这样子造型师说，不管怎么样看起来都会很美。对，但他每天都绑起来，对，每天都绑不洗头，对，每天都绑起来，然后有点油，然后就每天都油的好不好、欸？我真的觉得他让我好意外哦。就是、欸，可是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说，还是因为这样子的个性让他。因为他皮肤真的是状态看起来超好，真的。但他里面的讲的一些就是他的生活习惯，就好像嗯，可能是因为这样才会让他保持的这么美。对对对，我觉得他应该就是来欧洲这几天就是想打算放逐自我就对。应该是啊，因为他那时候也想说哦，我不要管小孩啊，我就是要出门做自己啊。因为他就有讲到说像他泡面，嗯，这辈子可能吃过三四包。对，可乐也是只喝过可能四罐，对，咖啡只有在有一次拍广告的时候有喝过。对，他居然问大家说，所以不然他不知道 Latte 是什么味道。对，哎，我觉得超级，因为韩国人给我的印象就是每个人都要喝冰咖啡。对对对对对，都要喝那个 Ice Americano。 嗯，因为《换成恋爱》第二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坚持的海恩在冬天这么冷的时候，哦、还是要去喝 Ice Americano。没有，海恩是喝热的。海恩是喝热的吗？他说他是这个冻死热，他就说很多人是冻死冷，因为嫌贵就是冻死冷。对，但是因为海恩手脚冰冷，的对，没有。但是他们在一起之后，海恩有被影响，也开始喝冰的，大家就发现他冬天有在喝冰的了。没有，因为他手脚现在有别人护着、啊、真的不需要喝热的，他其实本来就想喝冰的、哦、好吗？真的耶，他毕竟还是韩国人。对不对？就冷死我都还是要喝很多冰块的 Ice Americano。 所以韩家人你看得出来他在欧洲的时候一开始嗯，还是有点克制，就大家要吃什么时候他有说其实我不吃这个我不吃那个，对对对对对，但后来完全放飞自我，你会觉得很有趣。因为这人好像什么都不能吃，因为你很仙女嘛。对，但是后来就在那边哦，这个我也要吃，那个我也要吃。很好笑的是他说他喝可乐的时候，我跟他们其他人一样惊讶。那个罗美男下巴快掉下来，你要喝可乐。他的人生第五罐可乐就在这里出现了。真的，其实老实说，我觉得他虽然原本过得很自律，嗯，但是我觉得他应该这次会发现说，偶尔放松还蛮开心的。我觉得他可能会就是约这一群人一起出去放纵，就是当成他的一个借口。对，但在家我觉得他还是会活得很自律。对，因为你知道他很夸张的是。他的两个小孩都有去做智力测验、嗯哦哦、都是什么全球1%，所以他们都是那个
门萨集团的。但是老实说，我的想法是，她应该是个很严格的妈妈，谁会带这么小的小孩去做这个测验？她小孩几岁？五岁吗？大的我是看起来很小啦，大的才八岁，小的五岁，超小的。对啊，但是他们却都去做过这个智力测验了。嗯，贤贵是他们那个学长，我记得他是门萨成员、啊。对，然后虽然他讲的蛮谦虚的，说什么他老二就随便带，他承认他老大真的带的蛮严格的。嗯，但是老二他就顶多就念了非常多书给他听了，有想说这样就不是随便了，好不好？可是应该是真的，本来就很聪明、嗯，因为毕竟。智力是没有办法靠念书念出来的，真 的, 真的。然后虽然说韩家人他非常可爱的说，他当初被他老公吸引是因为老公英文很好，对，但是他自己英文也不差哦，真的哦。哎、欸，他这次在里面都是哦，对了，对啊，对对对。可是因为我那时候是一直想说，哦，可能因为他老公算是在美国。长大嘛、嗯、我本来想说是不是比如说他们有常回去啊，所以他就有练习要讲英文，还是说为了要带小孩所以也开始一起练习讲英文之类的。这我倒不知道欸，我自己猜的、啊、因为我跟他本来就不熟嘛。因为你知道他们两个压力真的很大，因为他算是出道没多久，刚开始被大家发现、嗯、哦，这女生很漂亮，然后很正的演员，却在23岁就被他老公娶回家。嗯，那时候大家想说你们怎么会那么早结婚，他老公还被韩国人叫国民小偷哦，把老婆把国民老婆偷走了，跟新演员一样。但新演员好歹他们还是适婚年龄才结婚，他们真的超早就把他偷走。然后他就有说他们是因为同演一部戏嘛，对。然后老公就吓到他，嗯、他真的就长得像仙女一样啊。嗯、然后他老公就每一天都花大钱请全剧组吃饭、嗯，他说他为了要追他，只是想请他吃饭，但却要花大钱请全部人一起吃，对，就为了要追他，然后把那个人他那一部片的片酬全部花光。但很值得啊。对，后来连老公的妈妈都一直催他赶快把他娶回来，因为我觉得他们很怕会被别人追走。对，韩家人的妈妈呢，她本来跟她妈说你在跟他们见面的时候就跟她讲说没有让我那么早结婚，对，就没想到妈妈看到严正勋之后非常喜欢。哦，你说哦，结了结了结了没关系，两个妈妈赶快把他们的八字拿去合八字，又是天生绝配。那蛮准的、欸、对，就结了。嗯，因为他们真的很早，他那个时候不是说他们才结婚好像半年后他老公就去当兵了。对啊，他们结了很多年，大概11年左右都没有生小孩。嗯，然后我觉得他们压力真的很大，大家就一直在说韩家人不孕。哦，我觉得大家真的很坏，为什么这种时候就会是女生不孕？对、啊、男生也有可能有问题啊。对，那韩家人其实有讲说其实很大原因就是我都已经那么早结婚了，我没有想要那么早生小孩。对、啊、然后再来是出道以来很快就结婚了嘛，所以他根本就没有一个代表作。所以那时候拥抱太阳的月亮大红，他真的就去生小孩了、欸、哦，真的是一个、就是欸、他人生规划好精准哦。对，我觉得很妙，真的是说话算话，也是蛮厉害。因为我想受孕就受孕怎么样、哦、他们其实一开始还蛮辛苦的，算是比较晚生一点。对对，所以他第一胎好像没保住哦、oh, ，对，所以她后来再怀孕，她说她整个孕期都没出门，都不敢出门，就几乎不动那样子。对啊，那、哦，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过第一个症状，就是只要鼻子比她挺的人都是真的病。她到今天韩家人的鼻子真的太美了。对，到这里面就是大家都还在称赞她的鼻子很漂亮。对，因为那个鼻子真的是有点。想说有人鼻子可以长成这样吗？对，但是你看他的小孩就知道说他真的就是长这样。对，因为他小孩真的好漂亮、哦、对，他小孩哦，其实我觉得爱奇艺的翻译有一点点不精准。因为他就有在讲到他女儿的时候，他就说他女儿其实长得像他老公。对，他就说什么只有一点点像我。可是其实他的形容很可爱。他的韩文其实说他我女儿只有一汤匙，加了我一汤匙。是那个神明吗？那以前那个梗图都说只有加了一汤匙的什么。其实两个都很非常漂亮。对啊，對，所以其实不管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她跟她老公的基因都很好，所以不管像到谁都是好看的。对，然后因为我觉得很反转的是节目才没多久，然后就有去拍说、哦，她那件裤子从韩国出发不知道穿了几天。我想说四天哦，因为他们一开始其实还蛮颠簸的。他们第一开始的飞机直接被取消，但他们可能拍戏的空档就只有那一些嘛，所以剧组也不可能想说、哦，我怎么可能另外再找时间让你们出发。对，所以他们就是转机再转机，搞了40个小时才到
道那边，所以真的每个人看起来都很累，对，每个人看起来头都很油，他们却可以忍着不洗澡。哎、欸，我没有办法哎、欸，你知道明明就是一个女神一样，她头却很油，裤子都没换，对，我居然可以透过荧幕感觉我闻到女神的味道，胖胖啊。她是女神，不管怎么样都是香的。其实你看得出来，因为其他人也是第一次跟她相处嘛、嗯、其他人真的非常意外她本人是这样。对，而且我还很意外的是她在里面一直在讲大便的事情。就哎、欸，这个形象你可以这样一直讲大便的事情吗？肯定是经纪人不在然后没有人阻止你吧。我觉得很妙，就是我觉得只是因为他以小孩为重然后没有出来，对，不然他本人真的很妙。比如说他非常认真经营 IG 然后却没有蓝勾勾、哦、对，结果啊为此跑去 IG 总部，对，我想说这事情有必要搞这么大吗？他还盛装打扮去 IG 总部，然后叫里面的员工帮他弄蓝勾勾。他还说什么为什么我要证明我是我本人这么难。就他真的好可爱哦，对，个性怎么会这么可爱啊？因为如果一般你看他这个样子就是一个女神一样、嗯、一定会想，你会觉得他很有气质，你也会很注重，我想说我怎么能去跟他去要蓝勾勾呢？就这种东西应该是叫经纪人去帮我搞定，对，但是他都不是，他都是觉得嗯、没差啊，那我就自己去来问问看。对，他老公说其实一开始发现别人都有蓝勾勾自己没有的时候是打电话问他说什么，欧巴我都没有蓝勾勾要怎么办。然后他还说好像他自己申请，他说那欧巴你帮我申请。你就知道他们其实夫妻感情真的非常好。你知道哦，他们已经到现在已经结婚十几年、嗯、你知道他老公回家第一件事是要把他叫过来，嗯，说我要净化一下眼球。哎、欸，可是老婆长那样的确是蛮需要，但是我不得不说你是在外面看了多少丑陋的东西啊，很坏欸。如果你说把小孩叫过来净化眼球我就算了，因为天真无邪嘛。好，那我要跟你讲说韩家人还要讲一件事，我们一定非常有同感、嗯、他就说啊，但是他结婚以后发现他跟老公不太合、嗯、话题兴趣什么都不太一样、嗯、但是呢他们就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嗯、躺在床上讲别人坏话的时候发现自己彼此超合的。他们说他们可以讲别人坏话讲到天亮。你说这种话是从韩家人嘴巴讲出来的？他真的难怪平常要吃那么多保健食品，因为晚上讲太多人家坏话了，他怕早死，所以要平常要好好保养自己。对，那你知道，所以那时候马妹有跟我讲说，哎、欸，他觉得这一季的帐篷外面的时候就比较妙，对，好像可以聊。我会跟他讲说，哦，对，因为我真的觉得韩家人好多事情可以聊。基本上他们四个人就各自有各自不一样的点，但是我觉得韩家人是因为他脱离太多他我们感觉出来的形象。马妹跟他比较不熟，但是至少我已经看他看很多年了嘛。对啊，都已经可能十几二十年了。对，我一直以为他就是偶包很重，嗯，然后很无聊的一个人。对，那时候我想说怎么会找一个，因为他一开始进来就打扮很漂亮嘛，然后说啊，我不喜欢露营。对，我就想说他为什么会找这样子的人来参加要去欧洲露营的这个行程。对，但是你发现就是没有他会很无聊。对，像他也意外的一直在吃东西耶，凭什么啊、欸、我觉得他很厉害耶，怎么可以那么瘦然后吃那么多东西，因为他连在爬山的时候大家就会突然听到一阵咔啦咔啦咔啦的声音，就因为他在后面吃米汤。对，然后或是就是含一整颗那个水煮蛋。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因为他们都说吃很多，对，但是因为我就觉得你们还是有女明星的包袱，其实没有吃真的很多。因为像罗美兰她可能比较没有包袱，因为就没有那么控制食量，对、嗯、但是她还是吃的没有韩家很多。对，认真看起来你会觉得，因为他们碗很小，对，我都会觉得说你们明明没有吃很多，就算那样吃两碗大概也就我的一碗而已。说真的，因为他其实虽然他们煮了很多东西、嗯、可是每一种东西的量都不多。对，每个都大概一人份吧。对，煮个四种每个都一人份其实也没有很多，但当然因为他们是女艺人嘛，必须要保持身材，这我可以理解。真的，但韩家人真的一直在吃。像他们中间就有去住个南法民宿嘛，其实我也很想住住看、欸、那个我就会很想去。对，但是因为他完全没有办法沟通。对对对，可是我也觉得还蛮好玩的啦。可是你要怎么定啊？如果他连英文都不会讲你要怎么定？哎、欸，我也是在想这件事情。那他们是有上 Airbnb 吗？
就是没有，可是问题是一定是节目组定的，然后节目组一定找会法文的人来帮忙啊、哦、所以我才说节目组其实有帮他们安排一些事情是让他们旅程不会那么颠簸，当然是留会留一些事情给他们嘛。我好想去那个民宿哦，但我朋友在法国，所以我就想说好像还是我把我朋友带去好了。哎、欸、好啊好啊，因为你知道他就是还可以沟通、哦、真的，因为你知道他真的跟他们那里的老人家完全不会讲英文，对，他们也只会英文不会法文，嗯，所以连环境介绍对都要用比手画脚的，对，然后会跟他讲说哦、这个就是、啊、他们就是完全就是自己种的蔬菜，他都种的好漂亮哦，可能没有种太多，没有过度耕耘，有没有？所以就是肥很足。对，然后自己养羊。对对对，也是因为这样，我才知道原来山羊的瞳孔是方的。哦，因为我觉得在台湾没有那么多机会接触到真的羊，真的长很多知识。对，因为我们以前去吃法国餐厅。嗯嗯，就超少的嘛，所以他们去以为法国餐就是那样、嗯、对，就人家不是有南法的不是这样没有，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到日本乡下的感觉，对对对对对，就只是说一边是讲日文一边讲法文，因为他都一样听不懂你讲什么，可是他就是会用诚意端出很多的饭菜来招待你的感觉，他们的晚餐看起来真的好好吃哦。对，那个我就会很想吃。然后你知道他们会有开胃的汤嘛？对，浓汤看起来很好喝就算了，他就是一碗公哎、欸欸，他们都喝不完。我想说，没有，我真的应该会每道菜硬撑，我也要把它全部吃完。对，但是你就知道他后来一直上各种很大分量的菜，对，就只有韩家人看起来很焦虑，因为其他人并没有打算要把它吃完。怎么可以剩下食物呢？韩家人，因为他就想说，怎么还有？因为他会把它吃完。但没关系啊，他那么瘦啊，他其实什么都可以吃，无所谓。怎么可以这样？因为你看他也是跟我们一样，没那么年轻的。他到底为什么还都不会胖，而且还生了两个？然后脸的状态还那么好，真的，因为他皮肤状态真的很好。我就一直在检讨自己，说我是不是不应该喝咖啡，我是不是不应该喝可乐？啊，没有，我没有喝可乐，反正现在来不及了。对，人家是从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啊、连泡面都不吃。可是，哦，我觉得这样子少了很多人生乐趣。真的，想算了，我们还是靠医美好了。对，哎，话说这个。题外话，我最近一直看到去韩国做医美很便宜，害我好想去哦。为什么最近这个话题这么夯啊？对啊，我已经有两个朋友要约我了、欸、真的、哦、可是因为是真的很便宜，对，因为他们现在好像我以前不确定，但是反正我现在知道有很多台湾人在那边的医美诊所当咨询师，对对对，所以你去那边也不用担心说会沟通不良，因为反正至少也会有中国人啦，咨询师可以跟你直接沟通翻译，而且都很便宜，因为他们说很多机器，像台湾现在很多机器不一定是美国的，就是韩国机啊，他们就是韩国机、嗯、那在韩国来讲他们可能已经是旧一代的了，所以台湾很贵但韩国很便宜、哦、不过我觉得因为真的太多人在问我，所以我还很认真做功课、嗯、我后来发现因为在韩国对、嗯、他们是把它当保养、嗯、所以他们能量都调得很小，嗯、就是、我懂，对，然后所以他们就会做很多种，就是你一次可能会做很多种，对，综合保养起来会好，对，然后像台湾人就有人讲说他去他跟医生说可以开强一点，嗯，医生还一直跟他讲说哦那个阿帕就是会很痛，对，或是 痛是不好的，或是会红之类，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追求是有点像那种以前我们会讲的午餐保养，对对 对，就是你午休的时候去打一下回来，下午突然看起来有点年轻，对，但是你不会看出来你有去打医美，对，然后大家就是尽量要去找那种愿意帮你开最强的、欸、我本人就是喜欢开很强的那一种，对对，我本人就是说你帮我打到流血都没关系的那一种，真的、啊、就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住在韩国嘛，不像、欸、我飞一趟飞机你要把我飞机票钱加进去啊，对，然后再来可以比较一下、嗯、其实现在大家所知道那些有中文翻译的，对，都叫做流水线医美、嗯、等于一条龙帮你都准备好、哦、其实他们还是比韩国的一般医美贵一点点，再贵一点吗？所以有一些人也会自己找翻译去找一般的医美、哦、对，各种方式大家都可以参考看看，但我当然还是觉得他们自带翻译的比较方便，最好啦，而且因为我觉得那贵那一点点就当做翻译的钱啊，对啊，對，而且他会，因为我听说他们如果很贪心想要做很多，他们还会劝阻你说这个东西你不需要你不要做，对对 对, 對, 對，就觉得哦良心欸，好欸，真的，然后大家觉得说你去，因为首尔老实说没有什么好玩的、嗯、但是你就是去逛街吃吃喝喝，最后两天留给打医美，对因
因为哎、欸，其实光吃的东西真的就吃不完了。我应该会想吃东西啊，对对对对对，对，这是我的目的。对，真的可以去。嗯，好，我现在可以去了，所以我就说，哦，我好想去啊，因为他们打水光针啊，也不用到10000块啊，什么就都很便宜，什么电波、音波几百发才多少钱？对，然后你知道，可是因为如果修复，其实冬天不要那么热比较好啊。嗯、我又前一阵子才刚去补打音波哦，我有找到一家很便宜吗？对，他有帮我打到最强，而且他不怎么，因为我那时候就看他评。论说不推销，我去他真的没有推销我、哦、所以真的很不错，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韩国的音波很便宜了、嗯、所以我就特地选美国音波、哦、对，所以你可以先去那个，因为我就想说、哦、等入冬我再去韩国对，而且这样就可以把脸包起来，真的。对，我们这个也不算题外话，因为韩家人的状态真的很好哎、欸，说不定他就是有一直在保养、欸，不只是吃东西呀、啊哦。对啊，因为韩国因为他不需要这么便宜，而且他本来就漂亮，所以他不需要，比如说侵入性太重，嗯、或是太像我们要达到最高等级的那一种。真的啊，我就觉得很厉害，因为他们这不只是那一些什么电波、音波、嗯，他们连肉毒什么的，对，肉毒跟玻尿酸也都很便宜。对、啊，我会好想去哦。我觉得台湾这样真的会越来越没有竞争力。没有啦，台湾还是比美国便宜啦。对对对，因为美国回来可能可以来台湾打。对，因为台湾的女孩子本来就很喜欢去韩国玩的，现在又多了这个利多、嗯、对，现在感觉超多人打算要去韩国做医美这件事情。对啊，五月我就有两个朋友要去了。嗯，但因为我们都不是要去做，因为以前你会觉得听到要去韩国做医美好像是去做大手术，但没有，我们就是想要去打音波啊，就是打个雷射，对对对，然后雷射保养， 对， 对，打个一点可能肉毒这一种小小的填充物，没有到想要做什么太夸张的事情。对，好，然后拉回来。好，就聊一下说他们如果只要有机会，嗯，除了他们在住民宿之外啊，对，他们只要有机会煮晚餐，嗯，都煮得很认真，而且我真的是不得，就每一次我觉得只要聊到韩国人，我就会觉得你们够了没，就每一餐不吃到饭不吃到泡菜好像就不行、欸、真的耶、欸、就会觉得他们只要隔一餐他们就会觉得天啊，我好久没有吃韩国菜了。对，我真的无法理解。我没有办法理解啊，就当然我觉得如果我出去玩，比如说我去欧洲玩个7天，我一定会很想回来可能吃便当之类的，回来再吃就好啦。对，就我不会觉得说我在欧洲当地我现在就要吃卤肉饭。对啊，但是韩国人真的都会这样耶、欸、对，我觉得好夸张哦。对，就是你看帐篷外面是欧洲每一季，对，他们都会，每个人都是这样、哦、对，然后而且都会想办法要把韩国东西带去，他们每个人都带超级多。我只想说泡菜耶，泡菜到底要怎么带啊？对啊，他们都会带，他们每一个，你看我们看的每一个，我们之前看那个玛雅也是 啊， 對啊，就带一整盒泡菜，我都觉得你们真的超厉害耶。泡菜要去坐飞机，然后泡菜就是快要爆炸的状态。对对 对， 對， 對， 對。然后你真的可以带上飞机，我觉得真的太厉害了，真的就很奇妙。真的，我想要聊一下说有在露营的人就知道、嗯，我们只有刚入坑的时候会这样子煮东西、嗯、就是什么三菜一汤啊什么的、嗯、后来的嘛是越简单越好，就一锅煮完就好了。然后或者是现在我们甚至就是喜欢、啊、那个营区可以叫富邦达，好连煮都不煮了。但的确啦，因为我可以理解，我其中一个不是很想要露营的理由就是你要弄好、嗯、就是你要准备很多很多东西、嗯、因为不只是你睡觉的时候你要准备很多东西，你要去那边煮饭嘛、嗯、所以你要准备可能小瓦斯炉，然后锅子，你又不可能只准备一种锅子，除非你只煮一个东西、嗯、所以就是好多好多好多东西，我就觉得好麻烦哦。这是我困扰的点。反正一开始我就这样想，一开始我带我入坑的朋友跟我讲露营多好玩的时候、嗯、我真的无法理解，因为他看起来比我还烂。那我觉得我就是有一点像韩家人那种类型、嗯、但是你知道就是会很想要把东西收好。但是你知道他第一次他怎么叫我去的吗、嗯、他跟我讲说因为他们都是一群朋友一起录、嗯、所以那个营区就只有自己人、嗯、所以你就不用顾小孩，嗯，因为小孩，但小孩跟我没有关系啊。对对对对 对， 對， 對。我是说我自己是这样入坑的。我知道我知道，我那时候因为我也有朋友在问我，我就说、嗯，
因为他们就觉得说为什么这么多现在都是家庭要在，比如说啊，因为这样子小孩就放飞让他们自己去玩，大人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啊。因为以前你就可能是家家带他们去公园啊，对，要想想，然后你对、啊、你还不能比如说在那边一直滑手机什么的，对，可是因为你、就是、因为你会怕他会有危险嘛。对对对对对，我每次在公园看到旁边就是滑手机的爸妈都觉得他们很不应该。对啊，因为你怎么知道小孩会不会比如说从溜滑梯上没有踩好掉下来，或者是有没有奇怪的大人接近，真的，对啊，对，然后带去露营就不用担心这一些，因为如果只有你们的话啊，反正小孩也都认识的，就你们自己去跑一跑，真的，对啊，然后你小孩的社交能力也会变好，嗯，对，但这当然这些都是对爸妈的诱因啊，对对对 对, 对，因为我没有小孩，所以我就觉得嗯、哦，这些都还好，对、哦、他们这次很厉害的是有去白朗峰，嗯，对，这算是他们一个最终的目的，对，就是我要在白朗峰那边露营，早上一打开我就可以看到最美的白朗峰，对啊，但是如果我去的话我只会去搭电梯、欸、不是，因为我那时候本来觉得因为他都会拍那个真的帐篷拉开是白朗峰的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天啊好漂亮哦、嗯、可是我看他们爬山的时候我就说算了，对啊，而且他们那个爬山是完全没有任何遮蔽物，真会晒死，可怕、欸、很黑耶、欸、回家要多打很多次医美、欸、对，因为他们第一天去登顶的时候、嗯、他们是有缆车，对对对，我就想说哦，这好人性化哦，他缆车中间会有中间点，因为你缆车不可能一下到山顶嘛，我觉得我爸妈好像有去搭过、欸、真的哦，他们去欧洲玩的时候感觉有拍过类似的照片、哦、我觉得缆车很棒，反正他就是会转好几次缆车之后然后还有个电梯到山顶，对啊对啊对啊，你就不用爬对啊，我觉得那个超棒的耶、欸、我这样这样就去过白朗峰啦对啊，你看老人也可以登顶，对、啊、不需要任何的体力，对啊，然后那一天我还想说哦，这个节目真的人性化，没有逼他们爬，就还没想到后面还是有哎、欸，可是因为他们其实爬到的时候、嗯、我有看到一个老师带了很多小朋友、嗯、国小生，我是想说难道你们也是这样爬过来吗？应该不可能吧，我不知道，可是他们是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对，因为他们看起来就是校外教学，大家看起来很轻松，对、啊、说你们刚刚也是这样爬过来的吗？让我很疑惑、欸、其实老实说他海拔2000多、嗯、对，其实台湾很多都3000多，我们以前我们去什么西头、啊、玉山什么的都其实很高，其实你去健行好像也会走那么远，可是台湾都是森林域，就是对对对 对, 对, 对，旁边都有树荫，对，因为他那边为什么会那么漂亮，就是因为它长不出树来，对，就是你会直接看得到那个山的零线嘛，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这种我真的刚才细哦也许就是外国小孩比较耐晒吧、欸、可是因为他们觉得雀斑很可爱吧，哦对哦、欸、因为你在那个地方其实我觉得辐射更高，真的，因为你越山顶，对，而且还有因为那边都雪嘛，你附近虽然说你在的地方没有雪、啊、可是你附近有雪，所以那个折射嗯，就是哎、欸，你看我们都在想这些，真的我一直在想说会变黑，有，因为我就是一直感同身受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哦好晒哦因为他们都一直把脸整个包起来，我可以理解、嗯、因为要是我会觉得很痛苦，一定要包起来啊，对 啊, 對啊，甚至撑伞吧我真的会啊，我跟你说我去美国我整条路上就是我一个人撑伞，可是在那个山上撑伞可能会被人家觉得你很怪，可是我在美国是这样然后可是因为在路上就算了，因为你是在山上爬山、欸、美国人就还有来跟我讲说我那个伞很 smart 但他们是不会撑的啦他们连下雨都不太撑伞的，真的哦，对，就是我真的去爬山的时候，虽然他们那个山小小的啦、嗯、但是就很曝晒啊，我觉得为什么国外的山都没有像我们这样很多树，那个应该是纬度不一样的关系，真的哦，我觉得因为他们的树种就已经跟我们不一样了嘛，所以到那么高的地方可以长出来的树种可能又更少，因为又比较冷，对啊，你知道我以前去韩国出差的时候、嗯、韩国也是啊，夏天超晒，然后路上居然没有人撑阳伞，韩国人不撑伞哦，我就觉得我是不懂为什么，这让我惊奇，因为我以为是亚洲人呢、欸。你知道我那时候就路上就只有我一个人撑阳伞，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好丢脸哦，然后我就把阳伞收起来。因为 那你在美国从没有觉得，我觉得是因为不是一个人，因为那时候去韩国我是自己去出差嘛。哦，然后但回来我就后悔晒超黑。对。
对啊，尤其是那种地方，因为纬度高的，真的，你本来会觉得没有很热，可是其实它的那个辐射很高，真的，所以其实很容易黑。对，那时候还自己幻想说，你看那些韩妞都没有撑伞，每个那么那么白，也许他们那个，因为他们本来就比较白吧。没有，一方面是他们会一直补妆，一直补妆。哦，对，就等于一直在补防晒，因为等我看到换成恋爱，他们都是随时随地都一直在那边补。对，因为他们都喜欢用那种气垫粉饼，然后又不会用蜜粉定妆，对，所以他们就只能一直补一直补。他们很喜欢脸看起来油油的感觉，对，真的，我没有办法接受。他说：“好像这样不是就冰油油，对啊，油腾腾。”所以虽然他们爬白朗峰看起来没有很难，嗯，但是我因为他们是爬下面，他们其实不是真的爬上去，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不要。我还以为你会很想要，没有，我去搭那个缆车跟电梯就好了。对、欸嗯，我要提一下曹宝儿，我也觉得他也是让我有点反转的个性，对，因为他们一开始。有播出为什么会选他的那个画面、嗯、因为他很久以前有参加过其他综艺节目，他们就在韩国有一个节目叫丛林的法则，嗯，就会带他们去各种原始的地方、嗯、过原始生活，他们要自己抓蛇抓鱼干嘛的来吃，一开始当然就是一些可能比较能承受的人去，但是节目非常受欢迎，这节目已经非常久了，还现在还有吗？对对对，但渐渐的开始就有偶像啊，嗯嗯，像曹宝如这样，就是明明就是柔弱的女，看起来柔弱女演员，对对对对，却来参加这种节目，对，但是她根本超豪放的，哎、欸，我真的我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有点鸡皮疙瘩，对，因为他们播出的那一幕就是他们让她吃生的那种虫。对，你想象中的虫就是从树里面抓出来那个很肥白白的虫，我懂，就是那种虫，然后他就直接生吃、欸、而且他完全没有犹豫、嗯、就是不是像我们会觉得啊怎么我要为了节目吃下去，不是，他就吃下去然后觉得很 enjoy 的样子，一副 很享受的样子，我真的快吓死，我真的吓烂。对，你知道因为你知道韩国人他们很奇怪的是他们吃蚕蛹、嗯哦，是哦，对，所以是真的平常会吃吗？对，就是他们小学校门口他们就弄了甜甜的那样，然后因为我之前看那个超人回来了，就他们小朋友都会拿它当零食吃，现代哦，我太好奇了、我去韩国的时候就是你有买吗？我就有买，它那就是一个像纸杯小包这样子，我吃一个就没办法继续吃下去，一点也不好吃，那你还是为什么要吃那个？但你还是但因为我以为难道是意外的好吃吗？不然他们小孩，我懂啊，因为像去有些人去泰国、嗯、因为泰国不是有些市场也会有很多虫嘛，因为他们好像可能炸过什么的，就会觉得好像看起来还蛮好吃的。有啊，其实小时候在我爸小时候会带我们去那个台中的山上、嗯、真的是山顶哦，深山里面的山产、嗯、就有炸蟋蟀，嗯嗯，对，然后他炸蟋蟀的肚子中间还会塞一薯条，哎、欸，等一下这技术有点高超、欸，真的。但我那时候吃那个就已经很多人说，因为你怎么敢吃？嗯，我们有一次露营也是在山上的餐厅最近，嗯。就、哦、我好像有看到你照片，对，我想居然有炸蟋蟀，然后我就赶快点、嗯、我们全家本来只有我敢吃啊，对，后来林依也想说难道真的那么好吃吗、嗯、真的蛮好吃的、嗯、但是我无法想象曹宝儿吃的东西、哦、我觉得好不是，因为我连蚕蛹甜的蚕蛹我都没办法，不是，重点是那只是活的，对，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泰国或者是你去小学门口吃的那一种，至少它都是处理过的，对对对对，它是那一只生的，从里面拿出来，它就直接放到嘴巴、欸，哎，哦，我不行，这段真的是很恶。我以前就有说过，就是我没有很喜欢它的长相，嗯、以前呐、啊嗯，因为它就是长得像狐狸精，我不知道你懂不懂，就是，而且眼睛很。就是他眼睛真的很大，对，很有灵魂，会勾人的那一种，对对对对 对, 對，应该这样讲。对，其实他也真的很会勾人嘞、欸，真的。可是我觉得他在里面好可爱哦、喔，他就是会是无害的勾人，因为你知道他在跟你玩。对，對對，而且因为里面都是女生嘛，對對對，所以我相信他不会对男生这样，我觉得也不会。對對對，可是他会对女生。很自然的就使出勾人的绝招，对，撩妹，对。可是如果我身旁有这一种朋友，我会很高兴，而且她又长那么漂亮，没错，因为那个是我们办不到的事情。对对对，但是这么漂亮女生对我做，我会很 enjoy， 我会很开心。说啊，天哪，怎么这么好？这么漂亮女生在对我撒娇，因为其他姐姐还有那个慧英，就是都不太习惯，就是一开始会很害羞，对对对，但是每个都被他弄得蛮开心的。对，他们每个都想要反击，对，可是结果做不出来。哦，我怎么还是办不到？
他就会比如说他只是给你可能帮他拉个衣服，他就过去亲你啊之类的，或者甚至是像那个韩家人叫他说你帮我拿一下钥匙，然后他就开始在那边偷摸他。 对，因为他说他要零钱，他说他零钱放在口袋、对，所以他就从后座伸到前座开始一直乱摸他的大腿。然后还这边说哇，我居然摸到韩家人的屁股。对，可是因为只要是草宝了，我就觉得天哪，好好。对，然后因为他也是后来发现这些姐姐会很害羞，才故意一直逗他们。对，而且他说我有比较熟练了，对，我知道你们不太能接受，所以我还不敢一下施展太多。刘慧英还说你这样叫做熟练。真的好可爱，我觉得这制作人真的选得非常好、欸、对，因为他们每一个人的个性都天差地远，嗯，但是却在这里相处得非常好，很互补。像罗美兰她就是在我们大家真的所知道的那样，就是一个很可靠的大姐、嗯、对，就照顾所有的人，但是个性其实是蛮嗨的，他跟曹宝儿是不同的嗨、嗯、对，很意外他跟韩家人的默契超好。对，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合作过嘛，甚至可以感觉是第一次见面，对，但他们却在这边相处得非常好，两个人可以就同时唱出一样的歌，对，梗都一样。是年纪差不多吗？是因为这样吗？感觉也还是有一点点差。对啊，毕竟罗美兰她小孩都那么大了，然后所以其他人一直在讲说你两个怎么可以这么有默契啊。对，觉得制作单位真是做了功德，因为让他们找到灵魂伴侣，对，没有见过的好朋友。对啊，像哦，很妙的是我们刚才讲那个民宿啊，嗯，它里面就有卖非常多很可爱的那种围巾毛毛、哦、对、啊、他们四个在里面整个疯狂大买。对，然后就是罗美兰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销售员。我都怀疑他以前是不是做过 sales。 对， 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其实那民宿还有入股。其实我超会讲法文。哦，你知道我们刚才不讲说他们的语言不通吗、嗯、连那个他们端菜出来、啊、不知道什么肉。对，罗美兰就问说嗯，这个是毛吗？然后那个阿公就阿伯说没。太可爱了吧。因为不知道怎么沟通，只好用动物音。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女生很可爱。对，我觉得这个算是近期非常非常疗愈的韩国综艺。对，真的疗愈耶，因为虽然前几季我都有看，对，但是从来不会每个礼拜期待下一集。对，因为我们其实在更早之前就有点想聊。对，可是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那一个礼拜停播。对啊，我想为什么没有，怎么没有更新。对啊，还好 这几个礼拜又恢复正常。对对对，因为我们很怕是不是他里面，因为之前我们看那个白杯哦，对对对，因为他突然播到一个部分，不知道为什么只买到那里，后面就不买了。对，因为他后来的内容越来越辱华。我想说，难道是因为这样吗？对，可是就是连韩国人都觉得是这个原因，真的、哦。对，可是我们是台湾诶，关我屁事哦。因为那是爱奇艺买的、啊，没有。可是因为连 LINE TV 也只有买到那里，因为 LINE TV 也有买。难道是 LINE TV 跟爱奇艺买的吗？哦，还是他们一起签约？之类的，会不会是这样，对不对？哦，但他怎么会知道后面越来越辱华？对啊，他预知吗？好，最好笑的是，因为他在友邦，嗯，还是找得到后面的集数，嗯嗯嗯，对。然后，但是却在爱奇艺就到，因为他们就到那个十几而已，因为他们其实好像有播到二十几集，反正就是到有一集是韩国宣扬国威，因为他们那几集我们那时候有聊嘛，就一直说哦，他们就一直在去各个军队绕军，然后就一直说哦，我们韩国军有多厉害。对，然后他们后来直接就是到美军基地嘛，对，嗯，讲说韩国跟美国的合作有多密切。我们那时候不是一直说哦，韩国的国防部是不是有投资他们？真的，而且原来就是韩国其实有一大块是就是美国的，算成他们的领土了。对对 对， 对，就是那一块等于切给美国。对，反正你一到那个区域就变美国。对，连吃的东西都是美国。对，所以我觉得是可能有触碰到一些敏感神经，因为都是跟军事有关的。哦，还是他们本来是买全部。
结果没想到后面播出居然是这样，对对对对对，到后面越来越不对劲，只好赶快卡掉。对，所以我才想说，难道在他们在欧洲也不小心辱华吗？还好没吓死，想说是不是有碰到什么那个中国人怎样的？对对 对, 对, 对，虽然他们是有碰到，但是是碰到1988的粉丝，对，是认识他们的，很开心这样子。对，所以还好，应该是会顺利播完。对对对，好啊，因为他们现在好像就剩下两集。对对，非常推荐大家去看，因为其实法国是真的还蛮不方便的，嗯，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对那些地方抱有太多的幻想，真的哦。欸，如果我朋友，我最近常看到他在 po 一些他住在法国的事情，像他就说他住法国头发掉很多，啊，因为他们那边喝的都是硬水，水非常难喝，啊，还有洗头。就是因为你是用硬水洗头，所以就是导致头发很容易掉。然后他说他头发白超多，现在就是掉到跟正常人发量差不多。那怎么办？如果继续掉，就会变 比正常人少。应该不会，毕竟正常人会，啊，习惯了，毕竟正常人会掉比他多。哎，欸，你这么说起来，好像法国人真的很多头发蛮少的。哎，欸，秃头是不是很？我觉得欧洲人是不是秃头很多，哦？对啊，那我觉得可能是水质的关系吼。对啊，然后你看，我是说真的，你看到一些欧洲女生，嗯，我以前一直以为是因为她们头发很塌，嗯，对，说不定都真的跟这个有关系。哦，我觉得有可能，有可能。然后比如说像法国的，嗯，因为水难喝，所以泡的咖啡可能也没有很好喝，啊，他们也不做拉花那种事情的。嗯，对，其实很多是我们对欧洲抱有的幻想，真的欸，对，像他包裹都说还要好几天才会收到，很，哦，就是不是像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都什么 PC Home 24小时购物，隔天没收到还那边气噗噗的。哦，对啦，因为他们其实在对工作的要求 也比较 free， 对，没有那么认真，嗯，对对，嗯，但也有可能他们这样活得比较开心，是真的，啊，就是没有那么多压力，像亚洲人其实真的很多很多工作上面的压力。没错，之前其实我们也有聊过啊，嗯，亚洲人一直很难理解，嗯，很不习惯，就是他们其实都是工作一段时间就会跑去玩啊，就会休长假，对，其实对亚洲人来说这会超没安全感。对，应该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要，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是现实生活好像不允许你这样子做，真的，对，但是所以他们才会讲说那个YOLO，嗯，就是 You only live once，嗯，就是他们觉得你过成这样也是只有也是一生，然后你过轻松一点也是一生。嗯，但没办法，你看就是要靠我们这样子台积电才能那个，才能把你们带领到科技的前端。对，但是我觉得就大家真的有机会多出去走走。对，我觉得有看看不一样的民情，有机会跟有余裕的话真的是要多出去玩，嗯，我觉得把握机会啦，因为像在看他们这的时候，因为他们不是在爬山嘛，嗯，刘慧英就爬很快，罗美兰她就是爬比较慢嘛，我就可以明显感受到那个年纪造成的体力差距，我就会觉得说啊，你看如果我真的到老了才有钱这样子跟他们出去玩，可是像这些行程我真的是完全没办法走，欸，对啊，虽然我现在去也不想走这个啦。因为不想走是不想走，可是你有没有体力走是另外一回事。刘慧英她真的是就是天生异于常人，对对对对对，因为像她去搭电梯去白羊峰的时候，嗯，山顶的时候她也完全没有什么不舒服，可是那时候草宝儿就有高山症了，对啊对啊，爬山的时候也是她健步如飞，那她都觉得，我就想说你都不会喘，然后后面的每个人对啊，然后全部人觉得你以后好奇怪哦，你为什么都不会累？然后他自己说他讲很轻松，说原来我看来我很适合登山，在那发掘新的才艺耶。那表示他之前根本也没登山，对啊，所以就是真的是天生的。真的，真的就年纪大了的话，真的还是会有差别。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机会，还是要多出去玩。真的，真的，对啊。如果当然这一季看的觉得有喜欢的，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之前的。对，可是你要抱着比较不一样的心态，嗯，对对对，因为这一季实在是有趣很多，对，比较多笑点。对，之前是轻松，嗯，其实是不一样的感觉。对，一个会是
比较有综艺感，对，另一个是有点像带领你看观光的景点的那种感觉。 对，虽然说也都会觉得很疗愈啊，可是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这次的团员真的太奇葩了。对，因为我就很怕大家如果先看了这一篇然后再去看之前的，就会觉得哦，前面的好无聊。对，其实还蛮妙的，其实你通常应该会以为男生比较好笑，对不对？对，结果没有。对啊，还是他们选的那几个都是太文青。其实之前也是有一些比较奇特的人，对，但是却没有像这次的那个火花没有那么大效应。对，因为这次每一个人的个人特色在都太明显，很强烈。对啊，尤其但又很合，尤其韩家人那么反差。对， 我真的推荐大家一定要看这一次韩家人，他真的是这一次的亮点。对，尤其是我像凯特一样认识他这么久的，你真的会想说天哪，他居然是这样的人。然后每一集都会有新的绰号，像最新集他就叫仓鼠家人。对，因为嘴巴都常常都鼓鼓的，一直都在吃东西啊。我快被他笑死。对啊，鸡推。好啊，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咯。对，好，那请马妹帮我们呼吁一下。对，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给我们五星好评。好，谢谢大家，谢谢，拜拜。